是我们是唯一的政党，在内阁在经济理事会全面的反对政府这个修改 income tax 两条的法令对我们不利的。第一条呢，就是允许总监有权利不接受你的投诉，还有另外一条就是允许总监没有得到你的同意可以决定啊要抽你多少的税，不对的，太多权利。所以我们的部长提出，这个经济理事会提出，结果我敢说我们成功的把这两条可以说呢废除了。